三三找有什么事儿吗？岳总，东西呢？嗯，什么东西啊？说好的昨晚加班请我喝饮料的呢？哦，忘了。真淘气。小傻瓜，你要不要去你工位上看看呢？哦，岳总对我可真好。饮料呢？哦，还是忘了。哼，又淘气。小傻瓜，你要不要去车上看看呢？ 岳总对我可真好呀！呀，这回真忘了，还在淘气。岳总，你看我表情。小傻瓜，要不你去小卖铺看看呢？哦，军货到账5元。岳总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